永远是我最重要的妹妹。凤瑶，你这么好，什么样的男人能娶到你啊？天地为证，日月为凭，我万家贵愿娶白墨行为妻，一生一世此之不渝。如果我也这么对你好，你会不会记得我这份好，愿意留在我身边？这庆州城外强中干，这姓万的没多少经验。在你心里，万家贵就是如意郎君，白凤瑶就是你从小到大的姐姐恩人。我粗鲁残暴，你需要警惕我，防止我对他们下手，对吗？万家贵，你究竟在等什么？在你心中重要的到底是你的官运前程，还是莫喜的安危？